噔噔噔噔，梆梆梆梆，不是，这音乐配错了。今天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好吧，这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啊！祝叔叔阿姨、兄弟姐妹们端午节安康。干啥去了？打滚去了，是不是？说句话的功夫打滚去了啊？一天皮了嘎叽的，快回来！哎呀，干啥去了？你妈！慢，你干啥呢，黑妞？走了，黑妞回家了。这早上还有点冷呢。嘿嘿，慢点，慢点。我们昨天晚上又找了一个合适露营的地方，这是个大卫生间，这么大卫生间，而且这个卫生间是有热水的。黑妞，走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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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跑丢了，跑这边来。看看开，开没开门？完了，好是好，没开门啊，没到时候呢。开门太晚了，我估计得10点多，中午才能开门。今天科长就要回家了，家里有事儿。还睡呢？没开啊？没开啊？蹦一个，来，蹦一个，哎呦，黑妞，蹦一个，嘿，嘿，看看有啥值钱的，有啥值钱的都拿出来。这也没啥呀，这把都搁这里头，咋掉了？嗯，那四叉都搁里头，蹲着掉了，那时间长不使，蹲着呢。哎呦天，正好这会儿我得洗，都拿出来快。碗留俩就行了，还全留了吗？先拿出来一会儿再说吧。都拿也行，万一来人啥的。来且的。来且呢。哎呀，还有10块钱呢。谁的10块钱呢？还有钱呢。那压箱底儿呢？那好啊。黑妞，哎呀，快回来！别皮了嘎叽的一天啊，像小姑娘似的，你知道，有点样，有点小姑娘样不行吗？啊，好了，这又收拾出这么多东西，这让我往哪儿放啊？我这车这明显就放不下了。这是个大工程啊，我得看看我这里什么不要了，就扔了。你哎呀，你还别欠欠的了，收拾完了，暂时就先堆放到这儿吧，没有时间收拾了。等我到处闲工夫了之后，好好把这些东西里里外外全部得收拾一遍。好嘞，我俩去吃个饭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最后来一顿新疆餐，牛蹄筋。牛蹄子。那啥玩意儿？你说咬那个脚盖儿啊？这段时间跑，新疆这边也跑过一天，不能跑了你。咱俩最后一趟，啊对，咱俩在一起最后一趟，在新疆住的，以后说回去还得。这大伙都能没俩，这吃了不能要，这不对，这两份，这吃了不能扎，这块也拿，你们是不是？准备。你不使啊？你不使花？使。哎呀，下来跟黑妞告个别吧。来，下来快，给你拿好吃，给你拿好吃的了。黑妞，我跟你我走了，跟你科叔告个别，快点的。我走了，你走啊。人家你走了，你没给拿来好吃的，你就走了，你不够意思啊。
是啊，咱油好吃的，来。好吃的油，着急。先造个馒头吧，先造个大花卷。早上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吃了还能吃？没事。这点饭对黑妞来讲算个啥事儿啊？上车吧，给你拉回东北。上车。上车。去啊！上车，黑妞。不知道上哪个了，上车。嘴里叼的，你看上车了，上，知道这是家呀？啊，回这家了。哎呀，有肉呢。谁啊？是把这馒头先吃的，完了还有肉呢啊。肉晚一点吃吧。先来块小的吧。倒出来。太好玩了。太大了都不会吃，你说它不会嚼，太远，它有它就这边软乎的，软乎的它就搁里叼了，太硬的完了还吃不动。咬手，别用，家吃老香了，不往手咬。这个骨头拿磨牙行。再见了，黑妞啊。嗯，今天。明年开春回去啊！明年开春就能见。嗯，走吧，稳当的开啊！争取一个星期到就行。七八天到。一路汇报个情况啊！快快走。走了，再见。好。这儿呢。拜拜了。走了，黑妞。啊、嗯，去吧，跟着去吧，去吧。这科长走了，黑妞，这个就剩咱俩了。这回就你陪我游天下了，啊、哦！你看，哎嘿，好嘞，休息一会儿啊，然后我要大扫除。把整个车全部清理一遍，东西全部规矩规矩，以后自己研究做饭吃了，嗯。